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请观赏我校95周年校庆音乐剧《南阳星》。 总理孙中山先生，谢谢各位。我此次绕道回国，途经新加坡，是来想见见各位。在座各位给革命事业很多支持，孙文再次谢过。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知孙先生此次回国有什么安排？等到国内局势稳定，我呀想去拜祭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是啊，正是他们的英勇，他们的无私，他们不顾一切的付出，才让民主共和的理想渐渐接近现实。说得好。我呀特别想去拜祭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还有一代女中豪杰剑湖女侠秋瑾。说到秋瑾，真是可惜了。的确，我听说在皖浙起义失败后，她视死如归。你们知道她的供词是什么？就七个字。 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确，他原本可以做一个安享清闲的官夫人，但他却选择走上革命之路。他原本可以在起义失败后逃走，但他却选择留下。他原本可以供出他人求保命，但他却选择 血洒宣体口。现在，国内革命之火已成野火燎原之势，我相信秋瑾这样革命党人的鲜血不会白流。好。其实，革命能进展到现今的地步，各位也功不可没。自起事以来，各位成名革命，
坚强的经济后盾，总是热心捐款，甚至倾家荡产。我们不会辜负各位，一定要推翻新政府，实现民主与平等。好，好。叔叔，叔叔，现在捐钱还来得及吗？是不是只要捐钱就可以参加革命啊？我也要捐款，我也要参加革命，我也要当女侠。哎呀，小鬼头啊，原来你在这里啊，快把钱还给我。各位，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意思啊，我是对面咖啡店的，来收咖啡钱，一不留神我的女儿竟然跑到这里来了，给各位阿叔添麻烦了，真的是不好意思啊，让你拿一会儿咖啡钱就不得了。哎哎哎，不需要那么计较，小孩子天真嘛。嘿，真可爱。小孩子叫什么？今年多大了？我叫小娇，今年八岁了。嗯，八岁了，正好是可以上学的年龄了。你有上学吗？哎呦，这位阿叔啊，您别瞎说，女孩子上学有什么用啊？这您就错了。这次革命中涌现出很多知识女性，为革命积极奉献。现在时代变了，女子啊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去革命、去战斗，而不是只能相夫教子。就比如秋瑾女士，就是这样的楷模。可惜的是，新加坡虽然是南洋群岛的枢纽、人文荟萃的中心，然而历次革命始终没有女性参加。那么孙先生，您认为新加坡缺少女性革命者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先问问各位，新加坡是否有中文女子学堂？还真没听说过哪家中文学堂收女孩呢，对不对？所以新加坡缺少女性革命者，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教育。若要培养女性革命者，需从新办学校，搞好女子教育，从女孩子读书做起嘛。叔叔，叔叔，我要读书，我要革命，我要那个什么女子教育。呀，别闹别闹。不如这样啊，小娇，以后你到书报社来，叔叔教你识字。就是啊，以后叔叔们都可以教你读书认字了。太好了，以后我就可以读书了，就可以革命了，我要当南洋女侠。哎，但不知道你妈妈有什么意见？啊，这也好。我没读过什么书，也不知道什么国家大事。哎，既然各位阿叔都这么说了，哎，那我也只好接受了。哎，就是麻烦了各位，快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后来，叔叔们真的教了我认字读书。后来，陈楚南叔叔一直对于女子教育的事念念不忘，但是苦于缺少资金和合适的人才来主持建校事宜，一直都没有实现。后来，同是同盟会成员的庄西全叔叔通过同德书报社认识了在婆罗洲三口洋中华学校担任校长的于佩高女士，觉得于佩高正是他们所要寻找的当校长的合适人选，于是他们邀请于佩高到新加坡进一步商讨建校事宜，
也就是在六年后的1917年。这一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女孩子的命运就此改变。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迟到了，有点事。哦，您好，我是庄西泉。我是陈楚南，之前啊也和您说过了，我们啊是想在新加坡办一所女子学校，特别需要像您这样富有新思想、热衷于女子教育的人来做我们第一任新校长，真是非常感谢您能来到啊。嗯，因为新加坡女子教育刚刚起步，您的负担不轻，您的责任重。请问您是？请问您是于佩高女士吗？我不是啊。不是。这难道是他？请问您是于佩高女士吗？哦，太好了，我是庄西泉，他是陈楚南，我们不用讲了，我什么都听到了，往后啊我会当好校长，面对一切困难的。太棒了，那就交给你了。学校新进的国语老师张老师，下面我就将教室交给张老师了。喂，你们说张老师他今年几岁了？看上去挺年轻的，说不定都没比我们大多少呢。对呀，真是又年轻又英俊哦。可是他会不会教书呢？希望会吧。那你们觉得张老师他结婚了没啊？好啦，我知道你们肚子里一定有许多问号，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姓张，名国基，从中国来。我呢是南洋女校第一位男性教师，但请相信我，既然于校长信任我，我就会竭尽全力做一名优秀负责的好老师。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能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好了，上课。有哪一位同学愿意为大家来朗读一下今天要学习的一首唐诗？这位同学，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娇。好，就请小娇同学来为大家朗读一遍。老师，这是登什么楼？是登鹳雀楼。哦，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是入海流。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读得不错，谢谢小娇同学。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两句我希望你们牢记于心。登高者唯愿其愈高，望远者唯求其更远。你们作为女子教育兴起的第一代受益人，正需要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老师，老师，你是希望我们能多吸收知识，变得更有智慧，更有远见，对吧？是的，你说的很对。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同学们再见。起立，行礼。谢谢张老师，张老师再见。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平爆发。听闻这则消息之后，庄董事跟于校长带领南洋女学校的师生上街示威游行，遂引起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的注意。
制这些教育者。英殖民政府颁布了学校注册条例，严厉限制华校。毕生命，政府有权随时封闭学校和驱逐未经批准的教师出境。庄董事等人认为，学校是教育团体，而非盈利的商业组织，不应该受注册限制，对英殖民政府的政策极其不满，与联名写请愿书抗议这项草案。知道了这则消息，庄董事在狱中被关了3个月，期间于校长一直到狱中进行探视，传递消息，交换情况。庄董事出狱后不久，他们就……各位来宾，欢迎大家前来出席我们同盟会成员庄希全和于佩高的婚礼。新郎来喽，新娘来喽，新郎来喽，新娘来喽。我想祝二位新人百年好合，事业有成，希望南阳越办越好。我们同盟会不怕英政府的压制，尤其在这个危难时刻，我们更要谨记祖先来自何方。在此我也想祝二位新人早生贵子，生得越多越好。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有请南阳女学校的学生来为大家跳支舞。
Mr. Zhuang Xixuan was on the 21st of July, 1919, by the second charge of Justine, sitting at the court judica, convicted for that he, on the 4th of May, 1919, was involved in anti-imperialist activities at the Crown Colony, namely student-teacher protest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 of Singapore, and was adjudged on the 15th of September, 1919, to be hereby repatriated back to his country of nativity, China, within 24 hours. 小林，那洋人在说什么呢？ I said, you go back China now. 不知道，应该是来给张导师和余下掌上贺词的吧。 不对，这些洋人好像把庄董事请回中国去。我就是的，什么离开这里返回中国？他们下这道命令，分明是针对我们同盟会的。对呀，太离谱。24 hours. Xixuan，你现在打算怎样？ 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西泉，这不是开玩笑。若不服从命令，后果不堪设想。不，我说我不会离开，我还未完成孙先生所托之事。学校才刚步入正轨，我不能离开啊。西泉，你就别担心这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先保护好你自己。你要想想佩高。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佩高。佩高身为校长。 必须留在校内，而夫妻若相隔一海，那还能算得了夫妻呢？但是，西泉，我们夫妻一心，绝不分离。你先离开，我安顿好学校的事，随后便到。我们回北平上诉，上诉成功后。 一起再回南洋。于校长随庄董事一起回了中国之后，觐见了中国外交总长。 促中国政府向英国交涉，取消学校注册法令。余校长来信了！余校长来信了！余校长来信了！南洋女子中学校的同事、学生们，同德书报社的同志们，分别已久，甚是想念。老天真是爱作弄人。 这次我们虽然想尽了办法，上诉还是失败了。现在我只能留在中国。虽然不能回去，但我是不会忘记与同胞们共同的梦想。南洋，它将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 此刻，我只能从同胞们的信中得到关于女中的消息，在远方为她担忧，为她高兴。而我也只能希望，近几年来的成就会永远持续，也只能希望、相信，接任我校长职位的人，能创造出更大的辉煌。 我的接班人，也许是一盏灯，在黑暗中闪耀，为他人照亮前程。我的接班人，许是中流砥柱，在困难中坚决，身负众望且不负。
希望你能找到一位合适的校长，看看他吧，还没和他接触过呢，但我敢肯定他会是位很好的人选，希望吧。哎，你该快到了，不如这样，等一下你猜猜哪一位是我们要接的人。好啊。哎，是不是他？怎么可能，这也太土了吧。哎，会不会是他？你看他会不会向我们走过来你就知道了。啊，不是他。你就再耐心的等一下吧，应该快到了。不会是他吧？你说呢？他是挺有气质的，可是他这副模样怎么适合？我们又见面了，刘云仙女士。吴曼先生你好，欢迎来到新加坡。哦，对不起，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南洋女学校的董事主席李正殿先生。李先生您好。云仙女士你好，吴曼说了很多关于云仙，怎么样，你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就像我之前所描述的一样吧，人来人往的，天气也特别热。是啊，我是有心理准备，但也没想到会这么热。哦，正殿先生，刚才您想说什么呢？啊，是这样的，吴曼女士，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您的故事，但真没想到您是如此的独特。对了，听说您经常出国，见多识广。您过奖了。哎，吴曼女士经历丰富，先是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了2年课程，接着就去了古巴，做了2年记者，之后又去了缅甸，继续从事记者和编辑的工作，是位了不起的，是位了不起的现代女性呢。云仙女士的确厉害，可是您父母不反对吗？当然，我父母起初并不怎么赞成，因为他们呢，还是认为女孩子就应该嫁给一个好人家。但是我相信男女平等，女性也应该独立自主。我还真庆幸当初说服了我父母让我去上学，我觉得谁都不可以夺走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好，我很赞同你的说法，其实这也是我们南洋女学校成立的原因。在新加坡，李先生，李先生，我来了，对不起，对不起，迟到了。哇，这位就是传说中的云仙女士吗？你好，你好，我是南洋女学校的老师。吴先生，李先生，这位就是我们的新校长了吗？你们真有眼光。校长，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云仙女士，其实我们需要一位像您这样的女性人才，独立、自信、有见地。若能聘请您做校长，将会是我校的荣幸。其实啊，我对教育并不怎么了解，也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真的谢谢你啊，玉仙女士，您再考虑考虑嘛。我们学校正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才来掌管啊。自从第一任校长离任之后，我们就已经频繁地更换了6、7任校长了。是啊，若您能答应，学校的经费我会负责，而校务就由您全权处理。可是啊，云仙女士，我们很理解您的苦衷，也不是想要逼您马上做出决定，您再考虑考虑。不如这样，我和正殿先帮你把行李提到车上，待会儿让小娇带您好好走走看看。我和正殿还有一个会要开，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要先走一步了。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哦，您是南洋的老师啊，幸会。是啊，玉仙女士，您知道吗？我也是在南洋受教育的。若是没有南洋，我大概还会和我的母亲一样，大字不识，在咖啡店做工呢。在这儿教育不普遍吗？玉仙女士，您不知道吗？在这儿，女孩子想上学可不容易啊。而南洋的创办就像是我们希望的象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肯收了我做学生的恩情。哎，您看，这是我的女儿，叫佩娇，现在在南洋上学呢。真不敢想象，南洋再找不到好校长会怎样。
哎呀，别说这件事了，您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真是这样吗？哎，你们在聊什么呢？这么起劲。哦，李先生，其实啊，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带我到您的学校去看一看呢？若你有兴趣，什么时候都可以。好的，谢谢，我会考虑您今天的邀请。好的，我们期待您的答复。最终，玉仙女士接受了李真殿主席的邀请，于1927年5月正式担任南阳女学校校长。刘校长的梦想是要办一间最好的女子学校，让更多的女性受到一流的教育，从而提高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由此，南阳拨开云雾见晴天，踏入了有史以来的佳境。大家好，今仔日有一位真正重要的人，爱介绍予恁人熟识。这位是刘文先刘校长，我人做阵欢迎伊。今年校长真甲安尼少年，安尼水，马来也老。各位同学好，刚才啊，你们肯定觉得很奇怪。庄先生怎么会叫我老校长呢？其实啊，我姓刘，应该是刘校长，不是老好丢。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继续在学校里说方言，就会造成交流上的障碍。所以我希望以后大家在学校里都会说国语。那么作为新校长呢，我也期待着南阳女学校今后会走出更多独立、自信、有学识的女性。谢谢大家。我能够击败欢迎老刘校长。哇，我的字新校长啊，开会讲几话，我人拢总袂聊天。啊，是伊叫我人讲话，我人就点点头，讲好就会使了。你回来了，怎么听见你们在说方言呀？好，不是刚和你们说过在学校要说国语，不准说方言的吗？好，再说方言我可就要罚款咯。好，你们啊，到底听没听懂校长说的话呀？好，你兜子里怎么蹦出了一只蛤蟆？好好好好好好好，显然没听懂。好丢讲，那人是个个好言，一丢嘎，那人恶讲，那笑了。不可能啊！今天啊，讲。当然，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说。嗯。好。我们的好日子开始了。请进。校长，我觉得你必须看看这位同学的舞蹈服装，你看看就这副样子，给校长转一圈瞧一瞧。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他校长哦，是有点不太对劲，这裙子啊好像有点长啊。这裙子太短了，哎，太暴露了。短什么短，我现在穿着的都比这还短呢。天哪，短一点好看，年轻女孩子嘛，活泼一点。裙子长长的，像七老八十岁的老太婆一样。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没有。
那好，这位同学，明天一定要好好跳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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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寄宿学校，继新加坡第一所女生宿舍正式开幕了。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前来参与南洋宿舍的开幕仪式。为了推动女性教育，也为了给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留学生们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我校特建立了新宿舍。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把南洋女学校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女学校，让更多的华人女孩子们有机会接受一流的女子教育。新宿舍的成立让我离梦想的实现又近了一步。南洋女学校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谢谢大家。哇哇哇哇哇七停，好，大家可以休息了。哦，那位刚从厦门来的转学生，对了，金让同学可以到台上来吗？啊，来转一圈给大家看看。同学们，他的校服是不是很好看？你们看，穿起来多活泼。我认为南洋的校服看起来更优雅。我倒是更喜欢你这校服。同学们，你们觉得怎样？喜欢不喜欢？喜欢。真的喜欢？那好，南洋，我们南洋的校服以后就做成这样吧。不动了，孩子们加油，很快就要登顶了。哇，晚上的苏菲亚山真美啊，月亮又大又圆的。离开家也有两年了，好想和家人一起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与亲人相隔千里，但欣赏到的月亮一样美好。对呀，看着这月亮，就感觉家人在我身边一样。刘校长，您平时那么关心我们，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我们可以喊你一声妈妈吗？当然可以。妈妈！脑海之中，如今刘校长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形。喂，小将，快迟到了。坐下。起立，行礼。
同学们，校长有个坏消息要带给大家。坏消息啊！同学们，我今天是来向大家道别的，我以后再也不能来上学了。父亲为我安排了一门亲事，就在下个月。校长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无济于事。校长，对不起你们。于校长，别这么说。慧琳，你快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校长好啊，俺们今天来啊，是想告诉您，咱们啊，给阿莲安排了一门婚事，真的非常感谢学校两年来对阿莲的各种照顾，但是从明天开始，阿莲她就不来上学了。孩子，你先别哭，我先问问你，你喜欢上学吗？想继续留下来读书吗？刘校长，我当然想留下来读书。我真的很舍不得离开学校。孩子，你别伤心，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就这么离开校园。那是一户富人家，他们看中我是因为我上过学，可他们并不希望我读太多的书。有这样的事？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呢？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帮慧琳，帮她讨个公道。慧琳啊，你不知道，当年若不是书报社的叔叔们帮助我，我今天也绝对不可能坐在这个教室里。现在我也要帮助你，我们这个班一个都不能少。对。那我想请教一下二位，当初为什么要把阿莲送到学校来呢？这俺们不就是想让咱家娃娃读读书，受受教育，将来可以嫁个好人家。对呀，对呀，现在的女孩子啊，都要读点书，才能嫁个好人家嘛。那您觉得阿莲学够了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但学了总比没学好嘛。小娇，你又冲动了。同学们，我周慧琳有这么好的老师，还有这么好的同学，即使以后再也不能学习，我也没什么遗憾的了。校长，我谢谢大家，你们也不要再为我担心了。怎么不要这么说呀？不，慧琳，其实你可以继续学习。今日的女性必须接受教育，成为社会栋梁，为国家出一份力。今日的女性有知识不畏惧，勇于推翻偏见，开阔思维心领域，不当社走过校长，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让我们俩学会了很多啊。阿莲她还小，就让她再继续学习吧。对呀，对呀，等到她毕业后再帮她安排亲事吧。其实我们以后啊，就拿着书本和作业去看你，我们帮你补习。谢谢，
谢谢大家，爸爸妈妈，你们真是太好了。云校长，谢谢您点醒了我，我一定不会放弃学习的。有二位这样好的父母，阿莲还真幸福。婚姻它不能成为束缚我的枷锁。刘校长，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同学们，最近啊，我发觉你们缺乏锻炼，可是现在正是你们长身体的重要阶段，没有良好的体魄，将来怎样为社会做出贡献呢？这样不行，平时下课后你们可以到操场上跑跑步，打打球，这样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心情，为接下来紧张的课业做好准备。另外，我校也会加强对体育课的重视，我们还特地从中国聘请了专业的体育教师和教练来帮助我们发展男中体育。Thank you.
是我为南洋选中的新校址，你觉得如何？刘校长，您这可就问对人了，您不知道我还会看风水的吧？刘校长，您眼光可真不错，此乃风水宝地呢。您看，若是将学校建在此地，校舍背枕山岗，庭前草地开阔，可谓是楼前宽大唯有福，光明正大望门亭。你还真不错。不过这地方还真不错，我都能想象出学生们在这里欢笑嬉戏的模样了。校长，这五级之马的地势本来就不高，这片草场又这么低洼，这万一下了大雨把草场给淹了可怎么办？小娇啊，你不用急。水乃万物生机之源泉，若是下大雨草场积成一片湖，可真是水口收藏集万福啊，算不算是宝地啊？刘校长，你可真是不一般，在下佩服佩服。哦，正要下雨了，你看我算得多准。是迁入肯氏路的新校园，我在新校园就读，母亲也就是小娇老师就在新校园里教书。每逢连绵大雨，校园内就会形成南中湖，别有一番妙境。因此，常例在校同学或离校校友对这个来去莫测的南中湖心存眷念，津津乐道。Thank you.
国军队奋起抵抗。当然，这我们都听说了。我都不知道我在南京的父母怎么样了。对呀，我也是，我都联络不到我哥哥姐姐们，希望他们没事。对，我们一定要救中国。起立，行礼。刘校长和老师早安。同学们早。刘校长老师，我们有话想对你们说。日本已侵略了中国，我们想帮助我们的祖国。你们都知道了。那么多无辜的同胞惨遭杀害。就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同胞受苦呀。同学们说得好，祖国正遭受侵略，军队也已誓死抵抗，我们也应该积极地参与抗日活动来支援祖国。没错，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拯救祖国。说得好，可是老师，我们该怎么帮祖国呢？朝政总会鼓励学校做纸花，我们就可以做纸花，再利用周末和假期分组到各地卖花筹钱，再把钱寄回中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
We shall now have an interval. Kindly remain seated as our guests take their leave. 我们现在将有一个中场休息。 请大家不要离开座位，礼让各位嘉宾先离场。